边闪的，所以才被打到。有可能要晚一点，因为有时候闪得过，有时候闪不过，感觉可能要晚一点闪，对不对？往后跳，然后等一下往后跳看看。往上跳不行吧？爸，忍者药师是什么东西？不会，这次就可以过了，这次就可以过了，我又有预感了。三百嘞，日本武士，我才不相信，他一定看不到我的，是不是？我他妈蹲你妈，直接打就好了。还想回体呀、啊？下去吧，就不要在那边蹲你妈，妈蹲个屁！好，再一次吧。
那个武士好像快死了，快死了。哎，看他节奏好难抓。我觉得没有，第二阶段有点麻烦。这样子就爆啊，没挡到，看你，你消一下。啊哈。酱油，这我的红体池还是加蛮快的。哇，感觉这招出刀好快，怎么搞呢？No!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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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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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解毒片，解毒片，有没有解毒片？要完全吃了，不管了。啊，我还可以再复活一次吧。过了，啊！嗯。哎，还要正面决斗了。下去，错。安安啊，陈家进。起码那个，起码那个，我以前看实况的时候，是不是他可以把他骗到某个什么奇怪的洞穴，然后把他掉下去？连打都不用打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没有玩，但是我记得我看到这一段，我应该不会那样搞了。
靠腰。哦哦哦哦，很痛哦，错我老太婆。那个毒蝶很靠腰哎。哦不！跳！过了。Man. 神手进步了呢。轻轻轻，舒服。我攻击力太高，哎，不是啊，我不是打完那个阿蝶而已啊，然后就提升了一点攻击力而已。提升一点攻击力算很高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啊。行くぞ鬼かけ。哦，帅了。这好帅啊。这个车要啊。OK， 等一下。我不能太，我不能嚣张，一嚣张就会出事。真的耶，他很正直哎。我刚刚没有勾到，按到喝水。不要，还要干嘛？不要！为什么最后一刀他好像不给我砍？他是不是要做什么事？哦，有了吧？过了，过了吧？哎，我刚。我刚忘记飞镖是要用什么，所以我一直没有丢飞镖，好像是 Control， 对，我刚才才想起来。好，结束了是不是？哦，这只啊，这只就这样啊，啊 ，OK， 好 ，OK， 好，行，我知道了，啊，准备来吧，你要出来啊。
撞他们。牛贝贝，彪！哎呦，撞完了。没有看清楚他的动作，哦，还是可以反的。先喝个水，我会冲嘛。他好像快，他好像血量也快变，也是很变低了。不要不要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我燃烧啦！燃烧之前，再多砍几刀，反正我要回身。我要回身，不要急。顶级黑和牛，忍者钥匙，忍者有什么不可或缺？我知道连按两次格挡啊，就没有按到啊。你可以慢动作看一下那个摄影机，我的右手的这个无名指，这个中指跟无名指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按到，好吧。我卡吧，喜欢要照。哎、欸，突然就一阵爆砍，他就去了呢、欸。好、哦、痛！啊，完了，没有闪到，没有闪到，没有闪到，对了对了，下去了吧，对不对？可以，彩头流，逮就不得是，砍到，因为被砍到的话就，还是不应该喝水，不要喝水了。我觉得拼刀比较简单啊，我不会去闪。干你！还准备拿弓箭。招很烦欸，哎哥，完了，嗯，啊，完了，有点失去节奏了，哎呦喂啊，失去节奏啦。OK，
赢了呢？怎么那么简单？这怎么那么简单？新手这我真的第一次打，我没有练啊，奇怪，怎么好像上次之后就突然变强了，发生什么事情啊？等一下，你这样我会信心膨胀，你知道吗？我没有雷反倒，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啊。忍杀忍术是什么东西？哦，我不知道，不是啊，这样子会让我信心崩坏啊！不能这样子啊！我不是应该要死一晚上的吗？